第一题，白小姐是房东吗？第二题，白如玉要租这间房子了吗？ A， 对，她要租，因为她觉得很方便。 B， 还没，她还得想想。第三题，这间房子现在有人住吗？ A， 对，现在有两个人住在这里。 B， 没有，房间都是空的。第四题，从这间房子走到超市很远吗？ A， 对，十分钟就到了。 B， 对，去超市很方便，走路只要五分钟。第五题，这间房子一共有两个房间吗？ A， 对，有两间，现在两间都没人住。 B， 不对，不只有两间房间。 Not only two rooms。 第六题，这间房子跟捷运站很近。 A， 对，很近，走路就到了。 B， 不对，走路要八分钟。